在脸上不就行了？你用四季啊？对啊，没有，你刚才按到了吧？重新回来。哎，刚刚是因为这个陈哥一直在要塑造我腿那个腿有出问题的那种角度，所以那个手机一直播，突然觉得这个不能散布不实的消息，所以就把它给关掉了。所以这啊，嗯，这个它真的太白了，这是什么美颜啊？没有，它关不掉，关不掉。嗯，自动。这你们俩。哇，好长的腿啊！太长了。这双是什么？没看过。AMD。你有什么有时间？你都不关注这些？这是啊，逗的，逗的，做的。好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断掉了哈。所以就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平常在聊什么，就这样，我们就放着，因为拿着也是挺累的。直播真的好难的，一十分钟开始就觉得说不知道讲什么。你就已经这样了啊？拿着。人家标准是一个耳机过来，是带一个耳机放在这里。没有，对，直播是这样的。对，标准那得有直播的标准的感觉。你得主播的这个气质要有。没有主播气质，人家就很难跟你。不适合当主播。要敞开心扉，是吧？直播应该这怎么挂？没有啊。哎，他怎么挂到这儿的？反正就是绕一下，正好是这个。没有，人家是有一个就是线控一样的，可以掰。对对对，这样线控。哎，主播，主播是不是都这样？主播，别这样。嗨 ，hello， 哎哎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是吧？就挂在这边的嘛，双手腾出来就可以说话了，好吧？各位朋友们，哎，可以点歌，可以点歌。好，我上个厕所。要直播吗？潘海博现在去厕所，然后有没有？来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时候我跟你说，你们花送起来，我带你去。美国，你在里头可以拉肚子。你看这之前张政委就直播拉肚子，在里边拉肚子。你跟他们说一下。在卫生间拉肚子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没有没有，他们。就一直播那个预告的时候艾特做了艾特那个李晨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没事没事，反正他帮我躺了不是一次了。哎呦，哎，他镜头本来碎的吗？对，应该不对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是哦，那个是磨碎了，是磨碎了。潘海博，你的磨破了。我好像趁潘海博上洗手间的时候把手机摔坏。结果一看不是磨。哎，是你磨坏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手机跟破了吗？常摔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会摔一个。我洗手了吗？当然洗啊，没好擦裤子。之前大张伟在直播拉肚子。真的假的？能听到声音吗？就这样。什么意思？拉肚子。好，拉肚子。洗手间拉肚子。拉肚子。然后就这样弄了一整个一个小时吧。对的。那你要跟伟博对内容吗？因为要下去。没事，见招拆招，见招拆招。他主要的。感谢的一个人吧。周凯。周凯。这来看这个一直播，然后这个2017啊，今年接下来会在跨年是在澳门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我的表演，然后再来就是2017喽。现在们祝大家生日快乐，然后下次见，感谢你们 ，peace。怎么关呢 ？OK，bye， 医生，bye， 待会见。
拜拜拜。哎，刚抽中那一位，那个送他 NPC 的奖物，对对对，我们记下来了，好吧？下次期待我们继续直播。